这种结局，情愿无缘好过爱你伤心，愿意为永远相爱就能厮守一生，恨就恨命运不愿答应，看你泪流我又痛也不能说，只求你能原谅我的苦衷，这辈子我欠你的来生借来还你，从今后躲进梦里来相遇，我深深地爱你爱你，我轻轻地呼唤着你，为什么两颗真的心不能在一起，深深爱你爱你爱你，却只能永远想你，把我自己埋在回忆里悔恨不已，我深深地爱你爱你，我轻轻地呼唤着你，为什么两颗真的心不能在一起，深深爱你爱你爱你，却只能永远想你，把我自己埋在回忆里悔恨不已，是不是去念到太高呗，这跟判死有什么不同款啊，这是今早晚的事情而已嘛，参照这种无天良歹心毒言的事是什么人做得出来啦？阿贵啊，这一定是一张金元啊，伊有什么恶毒的事做不出来，我来敢问我清楚了。阿中，你别常常这样啦，啊，你也无证无据，张金元伊当然嘛未承认嘛，就算我张金元也死，心莲就永无代志心。敢问我心莲放伫个太古边也唔管，那恁心莲是真可怜。天星啊，心莲是你的骄傲呢，这件代志你想要安怎做？你咪讲出来，大家听看卖。你若要讲急点点哦，唔替心莲出头，你敢要算是查某囝？好啦，你若唔去，我来去啦。阿娇，你讲也无对，我若无要替心莲出一口气，我才不是一个查某囝，只好得等找心莲啦。阿哪边啦？都要交给你。我这边等伊，若等到什么问题，都要麻烦你。一定要安弟啦，请用大汉。天星，啊你若讲安尼啦，啊你意思是讲，干那你一去无要回来同款？我这边等。一定要甲金文来算一个账，无好我替新人讨一个公道袂用。少爷，少爷，好给你破病啊！你去等伊看伊。好给你有个破病，伊个用这套在咧骗我。阿祖啊，到底金文啊这边是咧比什么棒啊？少爷，头家娘是一阵破病啊，因为老头家对咱娘转来。男朋友都回来，坤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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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了，阿公，阿公，你快点醒了，坤山，坤山。二十几年前，你一点啊都拢无带念咱翁仔某的情分，话走就走，一点啊消息都拢无。你伤我太深，你还阁倒转来创啥物？袂用你，阁袂当原谅你，我绝对袂当原谅你。阿母，你身体有较好？
你搁咧伤心啊？是？较早的日子，搁较痛苦，搁较心酸嘛，拢过去啊，卖搁想我啦。以后有我伫咧身躯边，你放心，我一定好好养好你。有你这句话，我都放心啊。翁不忠，囝不孝，想着都目屎流。阿爹娘，啥也回来啊呢？哇！先生啊，你歹心毒药克死，新人跟你无完无休，你想要三百两准备害，阁害你规日小病，你甲我讲清楚，你是要安怎做？我无啦，少爷。我会用对天就抓，我真正是冤枉的。少爷，你唔通听人话白讲啊！我若唔相信天，我就拍到我的心里。少爷，天星啊，你袂去哩拍金元的？阿母，我已经收金元做客囝，也已经正式打夹头，算起来也是你的大兄，所以你袂去拍伊。阿母，你哪会安尼做？你敢知金元阿姨？这个囝，但那无你这个囝，你为着一个查某，无要伫这个家，也无要伫你这个老母，将来我是要活靠什么人？刚才天公伯啊有目睭，赐一个金元对我这尼啊好，伊替你来养好我。替你来担这个责任，你有什么袂满意的？阿母，你让金元给你骗唔知？你卖阁再讲啊！你讲心莲伊规个小病，什么人对，什么人唔对？你有什么证据？敢讲你回来都是为着这個？你倒一摆回来是因为关心你的老母，你才回来啊？阿母。我是听讲，阮阿爸转来，甲你气甲破病，我专工转来看你。无唔对，恁老爸是转来过，不过我无原谅伊，我阁甲好道出去。假使你转来是想要看伊，安尼就爱让你失望啊。阿母，我是真心真意转来看你，我甲你拢同款，永远都无法度原谅伊，想当初时。放生的母仔，为着迄个查某做伊去，这种痛苦，我永远都唔敢叫放袂记的。你只敢会晓讲别人，你有想你家己无？你敢不是也是为着一个烟花女来放生叫去面母仔？阿母，心莲无同款，伊是我正式娶入门的家后。好啊，好啊，我无爱再听到这个人的名。准在讲，你无要伫你这个老母也无要紧，也毋过乔琴对你遮尼啊好，你若无代念讲恁翁仔某的情分，伊总是你的表小妹，你若去甲看一下，去安慰一下，安尼也无算过分啦，吼。乔琴是阁安怎是？伊顶下予你摔一下。已经老体啊！听妈说，你流产了。孩子没了也无所谓，反正你也不想要嘛。如果勉强把他生下来，只会多一个有娘没爹的孤儿。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你不用说对不起，我真的不在乎这个孩子，我在乎的是你对我的感受，天神。真的很难想象，
曾经有过那么美好的生活，这么好的感情，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种地步？这一切也许都是天意吧。你真的不能够为了我们，为了这个家，再努力的试一次吗？不可能。经过这么多波折，就算破镜重圆，裂痕依旧在。更何况新年现在被关进了麻风院，我更不能弃他于不顾。新年被关进麻风院，我这辈子欠新年太多了，就算是死也无法弥补。你为了他连死都不怕？我不是个好丈夫，对新年我无意，对你无情，这么一个无情无义的人，连我自己都瞧不起，你把我忘了吧。的确，的确你不是个好丈夫，你更不值得我爱。你走吧，从今以后，我再也不会指望你回头。你别太生气，紧搬回来住啦。头家，你无法度接受新人，我绝对不会搬回来。你若无搬回来，阮就害安尼。自从头家娘收到阮家做客囝了后，对阮家就无忠无仁，即摆陈家所有生意落去了条条。我做烦恼陈家事业，早卖摆在伊手头啦。你放心啦，头家娘遐尼啊欠卡，绝对袂让金元来挥挥散走啦。老头家是回来几天啊？前两天才回来，头家娘对着客气的呢，搁请伊食饭，啊搁泡面汤水，给老头家洗手面。啊，不过后来嘛，唔知头家娘安怎，哪会去性地，把老头家赶出去啊？先生请，柯太太、柯先生来了。阿刁，秋风，柯老板有在无？伊一个人找我。有什么代志是无？伊出去啦，无你小坐者，你咪得等啊。饮茶。多谢。秋风，新民的代志，我想你应该知影，是不是用拜托你，甲柯老板讲一声，请伊斗三工想办法救新民。阿忠，这你唔免烦恼，我含新民是姊妹阿婆。我嘛是真关心伊啊，我早了拜托静华去找总啊，应该真紧就有消息了。哎，郑芳啊，郑总你来了，邱老板啊，秋风啊，你放心好了，我已经跟律师研究过了，新莲呢，他曾经得过精神耗弱的这个病例，而且呢，阿福呢只是受了伤。所以他可以获得假释，啊，不过他好像是染上了麻风病，我已经请他们尽快的把他送到医院去了。啊，邱老板，真感谢您。建中啊，你不端的生意经营得不错呀，而且在资金的控制方面呢，也比以前进步的多了，我很满意。我呢年纪大了，膝下没儿没女，我希望你们两个人呢能够好好的干，将来就是我的接班人了。是，邱先生。经理，你呢是守成有余，开创不足。建筑，
你呢是冲劲十足，缺乏冷静的头脑，所以我希望你们两个人能够相互学习对方的优点，在工作上呢能够互相帮助，也应该把彼此作为竞争的对象。将来呢，你们谁做得好啊，我就把我的位置让给他。你点我心内想在一起。阿妈，来来，我婆姐来。我人不将所有拢交予金元啊，我根本就无得提钱，是要来救心的。我拄只哪行哪想，我是要去对遐装钱，但是咱比家呢？我滴卡，这也是心莲的命啊！铁心，铁心，阿贵啊，阿旺，你拢一只哦。我跟你讲一个好消息，心莲已经无代志啊呢。阿亮。你讲是真实的，当然嘛真实的。胡老板哦，把所有代志拢烦恼好势啊。啊，不过新民敢若染着迄个太过病啦，需要专业治疗。安尼真好，安尼真好。天生，你能放心啊啦。明仔载我来去查清楚，新民是住伫倒一间病院，咱才做回来去啊看。新民你也真欢喜。病人的命运，或者是面对的是毫无希望的明天，死掉的时候也没有任何亲友在身边，这种悲哀的命运就让我自己承受吧，不要再牵连那些关心我的人了。马新莲，你可以离开了。你讲新民已经无在家？是啊，伊咧住下地下时偷走去，伊留一张批。感谢你们，以及所有关心过我的人，为我所做的一切。然而，我带来的麻烦实在太多了，我不能再拖累你们。而且我罹患了麻风绝症，我不能传染给你们，因此我只有选择离开。天生我们夫妻一场，虽然一路走来坎坷不断，但甜蜜的回忆也很多。谢谢你曾经这么爱过我，走到这里，我想我们的缘分也该尽了。你应该全心全意地去爱玉清，因为你今生已经辜负过一个女人，别再辜负第二个。至于阿丢，你是这个世界上对我最好的男人，我只能说，是我负了你，请你原谅，把我忘了吧。阿翁，阿弥告好你，以后无滴的，你要好好照顾伊，照顾少爷，好不？无论天涯海角，我永远都会记得你们这一群曾经帮过我的人。再见。
玉琴，这件衣服做得真漂亮，穿在你身上一定很好看。对了，那几块布料记得拿给妈做几件衣服。我知道。哎，林兄。哎，张大管家，欢迎欢迎。好。哦，我带我们少奶奶来看布料，请慢慢看，慢慢看。玉琴，我跟林老板还有事要谈，你先回去。麻烦你帮我们少奶奶叫部车。好啊。那你要早点回来啊，阿伯等你解封了。下来，不然又见。带上，带上，哎，谢谢。林兄，我今天来，其实是专程跟你谈个生意的。哦，有钱大家赚，当然很好。可是咱们两家在生意上向来不往来的，我不晓得你要谈的是什么生意。陈家老夫人收我当义子，又把一切事业交给我打理，相信你应该听说了。可是我怕有人心里不服，会来找我麻烦，所以想请你帮我联手对付一个人。对付一个人？我不懂，你说的是？你是什么意思？我不懂。林兄，你追随邱老板多年，邱老板想找接班人，你当非你莫属。可是谁知道半路却杀出个蔡建忠，你能咽得下这口气吗？实力之争我不怕，更何况邱老板他做事公正，绝不会偏私。如果真的我输了，那只能怪我技不如人，我不会怨谁。你也太乐观了吧，人不为己天诛地灭。邱老板整个心思都放在邱凤身上，而蔡建忠却有邱凤给他撑腰，恐怕是仗还没打你就已经输了。不要再说了。林兄，我可是实话实说，你一辈子为人尽心尽力，鞠躬尽瘁，结果得到什么？就拿我父亲来说吧，当初他还是陈家事业的股东之一，弄到最后什么也没有，还病死在狱中，真不值得。林兄，你可以考虑考虑，如果需要我帮忙的话，我随时奉陪。账随时到我那来收。阿婆，你回来啊。阿文，不要去买几件衫，拢够水的。啊，以后家己家做几步，我要给你做衫啦。有影哦。哎呦，这个囡仔吼，有影有心啦。啊，我刚才叫伊陪你去买衫，伊阁会想着我。袂歹，袂歹。伊当是袂歹啦。不过有的时阵，伊的心肝都比较较大。哎，查甫人吼。心肝都爱较大个，啊，若无吼，参像天生啊啦，安尼遐尔啊软弱，毋则会去予迄个白心莲啊食甲死死死。嘿，啊，若会讲来讲去，搁去讲着迄个小查某个名，唔爱讲啊，唔爱讲啊。阿母啊，我看你即几工心情无啥好，是毋是因为阿爸个代志啊？查甫人哦，无一个有良心个啦。若喜欢你的时候，长江蜜甜，替你死都拢无要紧。啊，若无喜欢你的时候，就甲你踢去一边。你安怎求伊，归伊，也无路用。
那是阿母一条，那是阿爸知影唔对，你都原谅伊啦。阿母啊，你想看卖了，一家人会再团圆到底，安尼是不是足幸福的？玉琴啊，阿母的心情你是无法度了解。虽然讲天生甲因老爸同款，是一个无顾家的查甫人，也不过至少你阁会常常看到伊，听到伊的消息了。啊，不过阿爸伫台娘，这你嘛知影呀？迄无共，这二十几年来，伊也无写一张批给我，伊也无照顾这个家庭。我知影伊的消息，也是我从单家的事业创到真发达的时阵，我才派人去找伊。你阁去探听阿爸的消息哦？那安尼，你嘛是在关心伊啊？我才无咧，我只是想要知影讲，伊有死无？阿母啊，讲实在。若是有一天，我所爱的人，伊若愿意倒来我的身边，安尼，无论时间偌久，我想，我拢会原谅伊。杜琪，你点我心内伤心的所在，一生。心不能在一起，哎呀一点仔消息都无，已经才一天啊，应该找过所在嘛拢找过啊，知要安怎才好？哎呀你免安慰我啦，阿忠遐若有消息吼，伊就来甲咱讲啊。你来小骗一下，何医生，你要找什么人？请问，你是不是叫陈天星？我叫陈天星，无唔对，有甚物代志是无？天星，我是你的老爸，我叫做陈昆山。你讲甚物？我是你老爸啊！我叫做陈昆山。无可能，大家都知影阮老爸陈昆山漂泊的心思，哪有可能是你？不，这拢是我应得的报应。何医生，我已经不是陈家的少爷，假使你若有甚物困难，是需要钱，真是的，我无法度跟你斗相共。你若不承认我是你的老爸，我并不怨他。也毋过，你不应该用这款恶劣的方式去伤你老母的心。其实你甲恁老母的代志，我拢知影。甚至你住伫遮，嘛是恁阿贵伊也甲我讲。我知道，我对不起恁母的，我实在无资格通做你的老爸，因为我也无能力，才会今仔日落魄到这款的地步，才来要甲你想。是，我真对不住。我讲袂，我无老爸，我老爸细汉就死啊。天少，你较冷静的听我解释好。王啊，伊，你莫再讲，你叫伊出去。我无想要见到伊，你叫伊出去。老爸，什么叫做老爸？你什么时阵饲养过阮？细汉的时阵，你就甲烟花女带去南洋伫咧逍遥。你有想过我母仔是安怎伫咧过日子的无？这种无负责任的老爸，我根本不爱你啊！其实，迄个时阵，阿爸冇阿爸苦衷。什么苦衷？你有苦衷？第三，无顾我母仔囝是，你捌想过？自细汉，
阮母子是安怎艰苦伫咧过日子？我嘛实在真对不住你，是吧？公子有啥物路用？到我大年母自细汉，我都无老爸疼痛的痛苦，自细汉就予人耻笑，过着无自尊的生活。你莫替阮老母话走就走，真实的，我无法度承认你。我知我对不住你母，不然讲唔忙讲你母仔囡来烦你，我只是想，我有生之年会当落血归根。落血归根，这无甲一点二十里的物件，你凭啥物要落血归根？哦，是因为你这么老昂，外口的查某无要治你啊，你落魄，你就想要落血归根。真实的，我无法度原谅你。不行，我感觉有我过去所做的不对，承担一切的痛苦。也不过我今日来找你的目的，最主要是希望你母子会当和好，这代志无需要你管。阿碧啊，来来来，慢看哦，乖。是的啦，是阿爸讲话伤大声，把你惊着对无？乖乖，慢看哦。有竹竿吗？好啊，提一个大条竹来。乖乖乖，乖乖哦，乖乖。乖乖乖乖乖，慢看哦，乖乖。来来来，起来来，乖乖乖。乖好乖。他有这钱啦？哎呦！你想我藏这钱，我就当原谅伊。佫较侪钱，我都无法度原谅伊。王啊，摕去害伊！紧摕去害伊啦！你是欲叫伊做客食心啦？紧摕去害伊啦！啊！你今日来找啥？你嘛闭一下较清楚，我们来看有啦。哎，阿妈，阿妈，阿妈来听我讲讲，听讲天生有啥物代志？哎，阿哥，店门关关哦，后壁门会解锁。哦，我来看天生阿姐。阿舅，出来，我看排不来啊。啊！咱两个人拢走，啊！店内了调查到要安怎？明天换你去啦。啊，好啦，好啦。阿斌啊，卖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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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！你讲像我安尼拖着你，你卖安尼哭到我。我不是咧气伊啦，我是咧气我家己啦。我无嫁都无得照顾，我甲人算啥物查甫人啦？阿翁啊，阿手都有提钱的，阿咱唔去买牛奶粉啦。提钱为啥用？你点我心内伤心的所在，一生。你阿爸的钱哦，都唔是钱哦，那就去甲钱咧结去啦。这总比你去做去食硬饭较好啦。我就是枵死，我也袂去用伊的钱。你家己若要枵死，你家己去啦。阿囡仔要安怎？阿爸要安怎？阿翁啊，
你眼前的问题吼，就先该去找个头路啦，先赚钱啦。袂用，我踮要来找心莲，无找到心莲，对我来讲一切拢无意义。你若想要找心莲哦，你就去庙口遐摆一个摊啦，遐个人哦，遐尼济着，你反正哦，就会看到心莲啊。来啦，钱哦，也甲你准备好势啊，去做做生意啦。以后我要带伊对嘞，永远的代志，我未当解决嘞。可想对以后，你算小，天生应该会请一个好老师才对，无一定就勤，嘛会疼阿妹，敢若亲像家己的查某囝共款。你想袂想袂当想啊！离婚白仔囝，绝对袂替我安尼想因啦。心莲啊，心莲，这是你家己的命啦。为着阿妹，为着天生，为着大家好，你安尼牺牲嘛是应该。你莫去想伊啊，袂当去想伊啊。什么人？什么人伫外口？歹势啦，歹势，我甲你吵定心，歹势啦。查某囡仔，啊你是行唔对咯，还是无所在通落去？哎，甲你看起来，啊真无气力，是毋是腹肚咧枵？来来，啊无就要来啉啦，食一个物件。来来，你莫忘来了。查某囡仔，阿爸是好意的呢。毋是啦，你误会啊啦，因为我有病啦，我来甲你话着啦，所以叫你莫忘来，歹势啦。你有病？阿爸，你莫为难啦。啊，是我唔好，我不应该坐伫迄只，甲恁吵着啦，是嘞啦。看起来你真捌代志，啊，唔是阿伯要赶你走。好啦，也无你若要住遮坐，你坐哩坐，啊，都遮尼暗啊，住遮见面嘛袂要紧。啊，大少啊，大少啊。来来来，也无这肉粽，你小支起一下，阿伯，免说伊。阿伯，多谢，多谢。这么好的阿伯，让我想起阿爸。既然要离开啊，明仔载
我应该回去处理，点一支香给阿爸讲讲的。阿爸，查某囝以后袂当常来甲你烧香啊啦，请你原谅查某囝的不好。你得保庇你的囝婿天生啊，甲你的查某孙仔阿敏，保庇因会当平安幸福。你唔要烦恼我啦，人生的路途更加坎坷，命运更加悲哀。我嘛是唔惊拖磨，我嘛会坚强，一步一步走落去。哎，阿狗啊！嘿嘿嘿哦，啊，即马穿差无同款哦，他比人换布的呢。这是阿忠牵绳的啦，我即马在甲倒卖布呢，比大山只较辛苦多啊咯。哎，你若买布来阮店里，我算你较俗嘞。啊，生意嘛，卖只熬做，咱遐个囡仔搬吼，阿忠啊算出头天啊啦。嗯。啊，新人的哈。哦，新人较受够可怜，一生中安尼坎坎坷坷，天生下也为着伊甲因老母冤家啊。搬出伫外口住呢，啊，大厝唔大，讲住伫这个低灶叫臭啦。啊，好佳哉，有阿红啊，得甲斗相共。阿红啊是啥？嗯，啊，着当家下家手人啊，下到袂晓讲话啦，也毋过人足慈祥的。红啊，红啊，开始较紧的啊，你个脚照着啊，较紧的哈。咱若较早来嘞吼，陪我过日转来，计小块较俗无，佮加咱拣一挂较水的面哈，来你爬啊，就好嘞。他们又要去卖水果了，把阿斌交给天生，我实在不放心。虽然不能在他们身边，我只好远远地在一旁看着。你点我心内，像青梅锁在一生一世。为什么两颗真的心不能在一起？昨暗睏了有好无？唉，规暗拢无睏啊！啊，你讲睏了有好无？奇怪，昨暗吼，那上岛的囡仔安尼哭规暗啦。阿母啊，我哪无听着啦？是不是外口手人带囡仔来住？啊，若无，咱这个大厝应该是听袂到窗外外口的声。敢是你在眠梦哈？头啊，我阿准这是伫咧眠梦，都搁睏啊。啊，不过我啥物也无梦着，只干那听着囡仔的哭声。阿母，你是不是在思念你的孙啊？嗯，啊，你是咧讲啥？当日你囡仔都落去啊，我哪有孙啊？我不是讲我的囡仔啦，我是讲新的囡仔。玉琴啊，你今仔日是安怎哈？哪会讲逐句话我拢无介意听？敢是有甲你讲过，莫阁提起迄个查某的名？啊，若讲着伊吼，我头壳痛，我心肝阁较痛。好啦好啦，我莫讲，我莫讲，你莫生气啊啦。阿母，你看，咱敢要去庙里拜拜，求一个平安符挂伫身躯，安尼无得甲伊，安尼就较好睏啦。梦着你的梦，才会疼惜着你的悲伤，对着你的笑容，因
你的苦，才会留恋着你的快乐，跟着你的脚步，已经习惯有你的一切。若失去你，不知日子安怎过，你在我心内最深的所在，控制着我的欢喜和悲哀。你在我心内最深的所在，一生一世关系阮的未来。